怎样，爸爸？人你才好吗？不错啊，有礼貌啊。陆瓦哥，我想要问哦，他做什么的？他跟我一起毕业的，然后他刚刚开始加入了一个 PR 公司哦。就是赚不多钱的咯，这样子。OK 的 ，OK 的，比我高哦。这个是一定要啊，要不然以后怎样养你啊？有没有自己的车？哦，有啊，刚才他开了那个就是自己的车哦。他自己的车？啊。他的人工买到他那辆车？买到，买到。哪里可能？爸爸一看就知道，不可能买得到。家里有多少个兄弟姐妹？他是最大的，他有两个妹妹，一个弟弟。这样子，他不是有可能要帮他弟弟妹妹付学费？不用的，不用的，不用担心啦。他家里做什么的？他爸爸是开茶室的。不过，他有没有打算要买屋子？他跟我一起毕业吗？爸，还没有。还没有，还没有要敢追我的女儿。女儿，我跟你讲，当年爸爸追你妈妈的时候啊，都是有了第一间屋子的时候才敢追你的妈妈。没有屋子，车又是别人的，还有兄弟姐妹刚刚踏入社会敢追我的女儿。下巴，再看这本书。你看你演得极好。